郑秀文和赖雅妍呢日出席花椒之味首映礼 ，Sammy 为咗部戏仲揾咗火锅师傅学艺添，唔知佢有冇喺屋企试下整麻辣火锅呢？冇啊，喺屋企炒唔得了，因为好大阵味，同埋会吸到你飞起，所以冇租，即系现场就喺现场煮咯。我觉得最近非常退步了，因为最近都没有做菜，因为演唱会一直忙碌，演唱会之后就觉得很累，不想煮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在做饭，所以现在已经通通忘记怎么做菜了。呢部戏仲揾嚟刘德华客串，但系赖雅妍见到自己嘅偶像竟然好冷静、哦。心里很开心啊，但是表面上看不出来，很冷静。对，大姐都看不出来，就其实我心里很少女，但是表面上因为角色的关系，还是要维持很酷的形象，所以。刚刚其实访问的时候，我才讲说，对，华仔是一直以来我的偶像，大姐说她没有发现。